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已经没有被咬的余地了。随便一扇200只就有了，你多的数都数不过来。哎呀，不用数了，这最少200只以上了。可多块的蚊子，有个缝就钻进去了。把这个裹上的话，它就不会钻到你裤腿里面了。好嘞。我每次出来的时候都会带上这个饮料吸管，因为这个。蚊子现在太多了，我们把头套掀起来的话，蚊子就会进去。我们通过这个吸管呢，穿过这个我们上面烫一个小洞，然后的话，这样喝水就不会被蚊子咬到。每次出去巡逻，我们都要给警犬穿上这个防护服，因为现在蚊虫特别多。别看它毛发这么旺盛，但是还是被咬得受不了。哎，不能挠了，再挠脸都烂了。因为这个警犬脸上毛发太短了，帮他把脸上的蚊虫拍一拍。警犬痒的不行了，你看开始用力。你看现在警犬被咬的，躺在地上都不起来了，头都一直往草里面钻。要不这里我把它送回去吧。边境有我在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。